这里是我的家乡，人人称羡的天鹅湖畔，我理想中的精神家园。每当我走出我那个通往秘密世界的小画室，就看到这满是人间烟火的小镇街头。这个季节的风裹挟着对远方的思念，通通吹向未知的那一端。最棒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老四、宝文、小妹聚集在一起的美好时刻。每当冬季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回来过冬时，我们拿出玉米喂天鹅。天鹅湖畔是我多年来主要生活的地方，在小镇的拐角处就是我的画室。生活总是这般百无聊赖，世界小得像画笔下的一抹色彩。我一直期待着能像天鹅一样拥有至死不渝的爱情，渴望着相伴消逝的那个人。Вы мне говорите? Помогите, помогите.你醒了？哦，你刚刚在湖边晕倒了，是我把你送过来的。医生说你没什么大事儿，只是受了惊吓。嗯，谢谢你。你饿了吗？要不我去给你。Алло. Здравствуй, мама. Я не брала трубку.Потому что здесь просто не ловит телефон. Очень плохая связь. У меня все хорошо. Пожалуйста, не беспокойся за меня. Я очень люблю тебя. И скучаю по тебе. Я очень рада тебя слышать.
Я позвоню тебе попозже. Пока. Ни хао. Ва яо чу ян. 你男朋友还没来呢。男朋友？就是刚刚那个。谁？你们不认识啊？不认识。我这么多年憧憬的爱情，他是我要爱的人吗？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搞笑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好像突然谈起了恋爱，我这是在做什么？在为恋人做饭吗？其实我并不认识他，他也不知道我是谁。你好。你好。白天有活，工作室在哪？这哦，你出门，然后一直走，然后再右转，大概有2公里就到了。嗯，谢谢。啊，没事。点的菜好。哦，谢谢你啊。哦，慢走啊。同志，那女孩呢？走了。走了。为什么我的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？这种感受我从来没有遇到过。我像是失去了什么一样，我真是冲动了。现在还好，一切都不在了，这个冲动已经结束了。这幅画也不错，谢谢你。我是来换干冰箱的。不不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这些都是你画的吗？嗯。превосходно。там很有意思。这是我们中国的12生肖，每个人都有代表自己的动物。那我呢？我不知道你的年龄。在猜干我的蛋。我不太会猜别人的年龄。我21。你是属兔的，它代表敏捷和智慧。在中国神话故事中，一直流传着嫦娥奔月的故事。他们已经互相思念念着对方。我喜欢兔子。我画了很多年的天鹅。子孝吗？天鹅湖就是我的家。我每年都在等着他们回来。我画他们，就像在画我的家人。我知道白天鹅还有很多的寓意和象征，比如纯洁和高雅，还有真正的爱情。你应该也听过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故事，所以说不管做什么，都要坚持自己，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。我尽力放牛怎么见在乎。你说的太好了，你的中文说的那么好，你是在哪儿学的呀？我是在工作一些研究院的。怪不得，请坐。谢谢。我放过一只天鹅。代表别离，白雪的意思。
你也那么喜欢天鹅吗？因为的，我才开始学习芭蕾舞的。哦，你是跳芭蕾舞的？是的。可是，大部分天鹅都还没飞回来。没关系，明天我带你去天鹅湖看看，让你更多的感受一下呢。好，谢谢你。现在只有一部分天鹅迁徙回来了。每年的11月份，大批的天鹅才会从西伯利亚飞到这里来。它们路途遥远，最长要飞3000多公里，大约要飞1个月左右。而且有的天鹅还会在中途死掉，尤其是领头的天鹅，因为它责任重大。他要带领整个天鹅队，管理了整个天鹅队的队形、方向。这次可能要令你失望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我看到我的天鹅湖，坦白下来了，我再来。那你？我明天该走了。我还想带你多跟荣成玩2天呢。不用，不用。谢谢你，认识你我很高兴。那好吧，明天我送你。谢谢你送我，欧阳。不客气。我希望能看到你更好的芭蕾。我不能再跳芭蕾舞。不跳芭蕾了？为什么？我的脚受伤了，这不好。我该走了。伊琳娜，如果你的脚伤可以治好呢，我带你去治，现在就去。My bagage, my bag. Потом, потом. 这样呢？там. 这样。там, там. 哦，放松，别怕。没事的，跟蚊子咬的差不多。不要紧张，大夫放松。要不您先找我吧。嗯，也好，小伙子不错。你看，不疼吧？这回咱们真的炸了啊！放松，你别看抓着我手。不疼吧？不疼。哎，齐大夫，重点是泰心、泻溪、昆仑。你怎么了？那天我用道士看到黑天鹅才要我。应该是心理问题，你可能太想回到那个舞台了，你心里的挫伤感可
可能比你的脚伤更严重。不过现在你来到了天鹅湖，来寻找你的白雪，你一定能像你的白雪一样好起来的。谢谢你，陆言。别害怕，有我呢。他们只是两只普通的黑天鹅，像其他白天鹅一样，是不会伤害你的。妈妈为什么在这？小一点的是母天鹅，它的翅膀受伤了。公天鹅只能留在这里陪着它，已经三年了。人生中最大的幸福，就是能找到自己的一生所爱。我是个孤儿，有一个好心的婆婆收养了我。我一直叫她外婆。外婆告诉我，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，来了很多天鹅，我就好像是被天鹅带来的。外婆呢？去年春天，天鹅飞走的时候，把外婆也带走了，所以我留了下来，守着天鹅湖，保护着这些天鹅。我还想办一次画展，让更多人能看到我画的画，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了解天鹅，和我一起保护它们。这是雪鸥吗？对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。针灸治疗了这么长时间，感觉怎么样啊？好多了。啊，今天我再给你用一些外敷的药。再过些天就好了。啊，谢总，我再给你们开上几副药，但是啊，咱们这个有几味药，咱这儿没有，你们得到城里去抓，啊，一定要按要求服药。来，谢谢你，医生。药好了，来把药喝了。我不想喝。我加了蜂蜜的，不苦。你骗我。喝了才能回去跳舞啊。为什么不能更细了呢？这病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。检查？对。这块石头可以为我们带来好运，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字叫石来运转。如果你围着这块石头绕一圈，
才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好运气。龙燕，你这怎么了？你忘了，这是你的杰作。不是吗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嗯。 远哥，这两天没见，你怎么红光满面的？遇到什么高兴事儿了？说出来跟哥俩分享一下。而且今天叫你出来的时候，你还磨磨唧唧的，以前你可从来不会这样。是吧？老实交代，是不是有你？你不会经不藏娇了吧？行了行了，别瞎想。来吧，哥几个喝几个。 我现在在国外呢，谈一个大项目。我先不跟你说了啊。好好好，回去给你买包包。哎，给谁买包包呢？什么包包？一个客户电话。怎么了？想要包包了？等回去给你买啊。宝贝儿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什么时候见的吗？ 记得，在哪儿？酒吧。对。我现在说这个干什么？我想问你还喜欢我吗？喜欢。那你说你爱我？我爱你。能不能认真点说呀？ 不是这有什么好说的呀？你认真说一句“我爱你”就那么难吗？演都不演是吧？傅宝文，你就是仗着我喜欢你，我是喜欢你，是你是喜欢我，喜欢我的钱，你就是以爱情的名义跟我在一起，你根本就不爱我，这我都知道啊。 这是作者最喜欢的作品之一。你好，美女，我是路远的朋友。你这是从哪儿下凡的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。这是宝文，我从小长大的好朋友。他还真有点瞎闹，你别介意。这是伊琳娜，俄罗斯圣彼得堡来的。 你好，认识你很高兴。你好，你好，中文说的不错。路远，你小，原来我没说错，金屋藏娇，还是个洋的。正式介绍一下，我是宝文路远的好哥们，从小穿一条裤子那种。One Punch。别废话了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回头再跟你说。 我就不跟你俩当电灯泡了，拜拜拜拜。好，下一次送我的奖品送来的小巴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来，让我们来看一下韩立的表演场景。谢谢家人们，把礼物放下好吗？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。 老铁们，给一个4万7666！
海丽娜，发现一个外国美女，拍个照一会儿。过来了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可以找我照相吗？对，拍个照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我天，外国美女跳跳。 今天这么早就来了，陆远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想死你了！我回来你开心吗？开心啊！爸，你想我？你看你最近又胖了。 每次回来都是我胖，讨厌。回来后回没回过家呀？没有，我下了飞机直接来看你。哦，今天还有事呢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哎，你等一会儿。我那天逛画展，看了一幅特别好看的画，我给你带回来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一会儿送回去。 今天我还有事儿呢，你先回去吧。好吧。伊琳娜，你在哪儿呢？伊琳娜。 去了哪里？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你。你回俄罗斯了吗？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悄然无息的离开我。谁能告诉我，让我知道这是为什么？我只是想找到你。现在，我就想再见你一面，哪怕是看着你离开，哪怕是你再跟我说一声再见。 伊琳娜，你在哪里？你到底去了哪里？ 陆远哥，陆远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舒服吗？没事儿，小妹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，你先回去吧。 要不然陪你去散散心吧，走啊，走，走。
行吧，你听不懂是吗？你先回去，我想一个人待着。好。遇到什么不开心事儿了？我没有啊。你的事儿还想瞒着我呀？你喝了，说吧，怎么了？行，那我问你啊，陆远哥最近干嘛呢？陆远除了画画还能干什么呀？就画画。那他有没有，遇到什么人？什么人啊？没有啊。最近我跟他联系的不多，宝儿经常跟他联系，怎么了？宝贝怎么还没来啊？应该快到了。来，不管他。你慢点吧。没事儿。听说我们家小妹想喝酒了，这是怎么了？你来的太晚了，挨罚。得罚。啊？第二杯。别让他喝了。这是谁惹我们小妹生气了？我没事啊，我就是想喝酒。继续。你要真想喝，你也不能这么喝，啊？你这样反而让自己更难受。你们俩烦不烦？我就是想喝酒，你们俩陪还是不陪？小妹，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跟我们说说，哪怕跟我们发发火、解解气也行。你不能这么惯自己啊。是啊，或者。你让我们两个人干什么？能让你高兴？你说的。我说的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好。宝儿，我问你，陆远哥他。他是不是有喜欢的女孩了？陆远啊，嗨，他天天就在那个画室，每天就是画天鹅，还能干什么呀？你说我也不是说他，好好的不在大城市当个大画家，非要跑回来画什么天鹅，你说是不是有病？那大城市多好。大城市漂亮姑娘太多了，那身材、那皮肤、那感觉。宝文，问你什么说什么，这不都说了吗？你说不说？行行行，我说。要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地放个假。他一个，哎，他一个，他一个，哎，
现在举一瓶快乐茶。行，魏德义，你最拿手的歌。唱，来。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唱一双迷人的眼睛。陆远哥，你别走。去哪儿了？你别走，伊琳娜。陆爷，请你走开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到处找你，我都快担心死了。你会担心欧曼。到底怎么了？我看见他了。谁？他见那个姑娘。哦，那是我小妹。我一直把她当亲妹妹。带水带进你了。伊琳娜，你要相信我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认定你是我这辈子唯一要找的那个人。感情是不会说谎的，我感觉得到。昨天晚上是你打电话找我，我到了，你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。
你打算一直这么下去吗？怎么下去啊？一直这么不负责任下去。小妹，陆远哥，你这模特挺漂亮啊。小妹，这是伊琳娜。伊琳娜，这是我小妹。你好，伊琳娜。你好，小妹，认识你很高兴。谢谢你啊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一直你替我照顾陆远哥。是陆远照顾我的。你一个人来中国挺不容易的，陆远哥一直是这么热心的。陆远哥，走吧，你陪我去湖边逛逛。行了，今天我还有事儿，你先回去吧。为什么呀？听话，小妹，我之后再跟你说。你有什么现在就跟我说吧。伊琳娜，你这次来待多久啊？办完事，我就走了。这样，我把我联系方式给你，你要走的时候你联系我，我可以送你。来。行了，小妹。小妹，你不可以这么没有礼貌。我怎么没礼貌了？行了，什么也不说了。我和伊琳娜的事儿我自己会处理好的，你先回去吧。小妹，小妹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了，你们觉得奇怪是吗？有什么奇怪的？小妹来了，来喝。来，请。坐坐坐坐坐坐。伊琳娜，我第一次跟你喝酒啊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你第一次来中国吧？你喜欢中国吗？我喜欢中国。那我唱一首歌送给你。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。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。为了你的承诺，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住不哭泣。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。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。好，伊琳娜，你要不要也唱一首歌送给我们啊？伊琳娜，来一个。兄弟，今儿你就是皇帝的待遇，现代版的宫廷斗。别瞎说。你也多喝点啊。
兄弟，我有个事想跟你谈一下，我们到那边说一下，好吧？来吧。我是这个酒吧的老板，你们这个俄罗斯朋友歌唱的非常好，能不能让他到我们酒吧来唱歌呀？伊琳娜，帮我过来一下。你放心，待遇我绝对不会少给的。哎，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再说吧，就真的不考虑。行，那好吧。你跟陆远哥认识多长时间了？小美，你过来一下。你上午没跟我说完的话，你现在跟我说吧。小妹，伊琳娜是我喜欢的人。可是你小时候答应过我以后要娶我的。可是我们已经长大了。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话是吗？小妹，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让他先回去了，先让他冷静一下。你和伊琳娜的事儿我不管啊，我也管不着。这么多年小妹为你付出的感情你不是不知道，你怎么就能因为一个突然间出现的女人去伤害小妹啊？你怎么忍心？你告诉我。老四，我知道你从小就对小妹好，但我就不能追求我自己的爱情吗？那好吧，你们现在都冲我来吧。陆远，咱们这么多年兄弟了，对于小妹我请您好自为之。怎么了？你给我来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走啊，有什么事儿不能跟这儿说啊？你甭管了。伊琳娜，我想找你聊一聊。怎么了？
我跟陆远哥从小一起长大，就是青梅竹马。他小时候答应过我，长大以后要娶我的，可是偏偏这个时候你出现了。你能不能离开他？你不可能永远陪在他身边的，这里不属于你，你迟早有一天会离开他。你爱得越深就伤害他越深，你给了他希望，最后你要亲手毁掉他，你不觉得这样很残忍吗？我求你了，你离开他好吗？陆远，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认识你，我很幸运，我会记住你的。当天叶飞来的时候，替我去帮他。我可能每次会跟你一起去帮。哟，我的大画家，失恋了。至于吗？不行就再换一个，啊，换个其他的。清贫世界，荡荡乾坤，这好女人多了去了。你说你这么有才华，长得又帅，画了一手好画，你还怕找不到女人吗？你别拿你的爱情观跟我比，伊琳娜就是我一生一世的爱人，我就是爱她。你就是死脑筋，你，人家闪了，你傻了吧？找不到她了吧？现在这个社会没有什么真正的爱情，什么天鹅美丽的爱情，对爱情的忠贞在哪儿呢？我看到的就是你被人甩了，让人给踹了，自己在这伤心流泪。你简直就是无可救药，你根本就不懂。宝儿，我也劝你一句，你今天跟这个，明天跟那个，你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他要不回来，我就去俄罗斯找他，哪怕找遍全世界，我也要找到他。你找着他又能怎么样呢？啊，他又能回来跟你过一辈子？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啊，跟你一样，也爱过一个女人。我以为那就是爱情，于是我把所有最美好的时光和感情都倾注在了这段爱情。到最后呢，一无所有，只有我自己躲在角落里承受所有的痛苦。没有人在乎你，我受伤了，把我自己折磨得要死要活的，那个时候谁他妈可怜我呀？当初我怎么那么傻？不过现在好了，我就这样，我就做个浪荡公子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我现在挺快乐的。我他妈就不相信爱情。宝儿，你真的爱过一个人吗？从我第一次见到伊琳娜的瞬间，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。她的每一个举动都能牵扯你的每一丝神经，可能这就是心动的感觉。你会想照顾他一辈子，永远在一起。说不通你。
兰兰，你们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交给你了。你干嘛？陆远，你叫我什么？陆远。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你不要把我当小妹妹了，我已经长大了，而且我知道伊丽娜已经走了。如果他没有办法永远陪在你身边，我可以。我爱他，我只爱伊琳娜一个。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从来没有过吗？嗯，如果我不出去留学，或者你从来没有遇到过伊琳娜，你会不会跟我在一起？小妹。我一辈子都会把你当亲妹妹，永远照顾你。永远照顾你。我知道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有什么事怪什么？伊琳娜，我想请求你不要离开。为什么？我想明白了，爱一个人不一定要拥有他，而是希望他能够幸福。陆远哥是真正爱你的，我不想再强求什么了。我确定好了，陆远哥他现在很痛苦，他已经离不开你了，你也不希望他伤心，不是吗？
既然你们两个人是相爱的，我相信你们两个一定会好好的在一起。伊琳娜，我祝福你们。小妹，你这样闹哪出啊？让他走的是你，现在人家好不容易同意了，你又留下他，你怎么想的呀？想清楚了吗？你们烦不烦啊？你就说吧，你帮还是不帮啊？怎么帮啊？陆远折腾成什么样了，你心里不清楚啊？我就是不想让陆远哥伤心，所以才让你伊琳娜回来的。行，办法我们来想。要想你想啊，我可想不。放心吧。我再也不走了。怎么了？后悔了？没有啊。嗯，我发现我面前的这个人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，也没有那么值得我付出一切了。我就是突然明白了，我爱上的好像是自己的付出。我们大多数的时候，都是自己感动了自己而已。伊琳娜比我更爱陆远哥，他们两个在一起会让陆远哥更幸福的。可以啊，小妹，比我想得开。哎，你跟我讲讲呗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感情不是一厢情愿，而是两个人的事情。人嘛，总是要学会长大的。其实真正相爱的两个人在一起是会笑的，学会放下，于他于我而言都是一种解脱。那谁是那个一见面就会笑的人呢？一定会出现的。你真放下了吗？不这样，只要当好好活着。伊琳娜，你知道吗？我喜欢天鹅还有一个原因，因为天鹅是爱情的化身。他们一生只会有一个伴侣，如果有一方不在了，另一方就会为他不食不眠，一起殉情。这些一生不离不弃。谢谢老四陪我喝酒。别喝了，小妹。怎么了，老四？小妹，我不希望你因为别人伤害自己。你放心吧。嗯，这是我
最后一次为陆远哥喝酒了，真的。因为以后没有人再值得我这样了。来着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来吧。小妹，我希望你幸福，我们哥几个一起长大。小的时候，每次你一哭皮子，我都第一时间赶到，去安慰你。你知道的，我们都特别爱你。我一直以为陆远可以让你幸福。你别说了，老四。小妹，你别说了。老四，你怎么了？小梅，你知道吗？从小到大，每次你看着陆远的时候，我也在看着你啊。你知道我有多想成为陆远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小梅，我想给你幸福。老四，我一直把你当哥哥的。可是我没有把你当妹妹。我有点乱，我真的有点乱，我想冷静一下。我爱你，老四。老四。哎，别走啊，这妞我的菜。你哪只手碰着她？我不光手碰着了，我哪儿都碰着了。怎么着？师傅，你怎么了，小妹？如果我以后不在你身边了，别忘了今天你答应我的话，不能再为了别人伤害自己了。原谅四哥。喂，不好自首。感谢家人们的支持啊！来，感谢我三哥送来的大火箭。三哥，哪儿呢哥？什么三哥不三哥的？你看我天天的男扮女装，点击率上来了吗？网红了吗？我都想办法了，他不上热门，来点狠的，想点辣狠的招，知道吧？咱们靠的天鹅湖啊，有天鹅呀，现场铁锅炖大鹅。海丽子，你要去偷天鹅呀？那还偷天鹅犯法的。你看你这个怂样，去不去？去不去？去，大家去看看去，想办法去。
现实版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铁锅炖大鹅，看开没开锅？哎呀，开锅了！喂，你好，大天鹅保护站。快点烧火，快点烧火啊！再来一口，来一口，来。你们干嘛呢？直播网红，铁锅炖大鹅。铁锅炖大鹅，你一会儿来看吧。直播，哎。你们干嘛呢？干嘛？我们天鹅保护站，走，跟我们出门去，走。抓我了！我没，我。你的脚啊，现在已经完全好了，你可以大胆的试一试。不疼，不疼，哈哈，真棒！谢谢你医生。好是好了。以后还要继续坚持吃药，巩固一下啊。领导，你过来一下。都收拾好了吧？收拾好好了。
伊琳娜，我们能不能像天鹅一样，等西伯利亚的天鹅再次飞回中国的时候，我们就永远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以为你在世袭也有世界。我会为你准备一场最浪漫的求婚仪式。老子判决下来了，两年。就没别的办法了吗？已经从轻判决了。老四干得不错，换我也会那么做。那小妹怎么样了？前两天看过一次，她倒是挺平静的。就是不爱笑了，要不你去看看他。我就不去了。那你还要躲他一辈子啊？再看看吧。我怕他见了我之后会更不开心。什么打算？画画，办画展呗。喂。喂，宝文，我要结婚了，我已经快30岁了。我爸妈说，我该找个归宿了。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你在哪儿？喂，喂。
我还是希望能看到小时候的那个宝贝回来。回不来了。回得来。我知道你一直没有搜远。小妹，老四的事情，你别说了。是我小时候太天真了，以为看到了星星就好像抓到了他。对不起。你不需要说对不起。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因为我才发生了那么多事情，老四才会。保护你一直都是老四的愿望，现在他做到了。哥哥，为什么一个人总是要守护一个离他这么遥远的人？因为我感觉他身上有光，无论多么遥远，我都能感受得到。小伙子，你这够辛苦的啊！嗨，这是最后一个疗程了吧？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往俄罗斯寄药了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好。慢点啊，小伙子。
李温呐，哥哥知道您喜欢天鹅，这是他送给您的。
想你和我一样，一样舍不得。我想你像风一样，一直陪着我。我想你在哪一边，不要忘记我。用你的笔描绘我们的颜色。我想你和我一样，一样舍不得。我想你像风一样，一直陪着我。我想你在哪一边，不要忘记我。用你的笔描绘我们的颜色。偏偏起舞的我，我想。